为什么女生都吃肥皂呢？准备上课。难道吃肥皂可以在嘴巴里吐出泡泡？他们也没吐泡泡啊，鼻子里也没有冒泡。期末考也结束了，这两天大家就自己练练字、看看书，老师再去拿套习题。吃了也没什么事，我也去买一块来尝尝。这节课大家还是自己看书啊，自学。这个玩意真能吃。不管了，吃了再说。上课偷吃零食，行吗？牛牛，交出来！你是疯了还是傻了？肥皂也吃？我是看那些女生都吃肥皂，我才上课前出去小卖部买的。不信，你去看看你瞧。什么？拿出来！乖乖的奶粉也吃？你们都吃进去了？你有没有想吐啊？问你难不难受？问你们也是白搭。原来是这样的，吓死我了。